回去，玉佩现在在我手里，他拿的不是我们的玉佩。什么？玉佩不是我们的？也是，一夜情对象是败种，怎么可能呢？七月，我们冤枉人家了，赶紧向姑娘道歉。玉佩？我才不道歉，那不是偷的，就是假冒的呗。真的买不起，就买个假冒的，真是虚伪。你，七月，你太无礼了。奶奶，快向姑娘道歉。对不起，没关系，我记住你了。姑娘，我的七月呀，被宠得无法无天了，我替他向你道歉。没事的，奶奶，事情解决了就好。哎呀，这个小姑娘年岁看着有几个好心思，性格也不错，要是能做我们林家的儿媳。奶奶。姑娘，你对这儿很熟，你知道不知道哪里有卖补品的？补品？我孙子30了，整天忙着工作，这身体啊。奶奶，我懂我懂，您看啊，那边有个摊子，他们家就是专门卖大补之物的，你可以去看看。你看啊，都岁数大了也认不清路，你看啊。啊，那我带您过去看。好啊好啊，谢谢姑娘，谢谢姑娘。没事的，奶奶，你叫我欢喜就好。谢谢大姐啊。来，就在那儿。